好，今次跑冷咧就精选咗五班千四嘅赛事，推介俾大家嘅马咧就系呢只元朗之星啊。咁呢只马九沉啦，就上次个表现咧就唔错，咁啊见到咧嗱，依家咧一开闸啊，13号嗰一只就系只元朗之星啊嘛。6300就啊啱啱咧就系望后嗰一只就系啦，再望多一次啦嘛。粉红色帽咧间跳嗰只就系啦，再望一望啦嘛。哇，望咗几次喎，火车般惊死就可能踢到人咁啦。咁啊依家咧喺只前面遨游之星后面咁啊放头嗰只就系只遨游之星啦，跟住咧就仲有一号嗰只就系只金像非凡啦，依家大约喺第四位咧贴栏嗰只咧，13号嗰只就系只元朗之星啦。咁啊元朗之星其实呢只马咧都真系沉咗好耐好耐噶啦，咁啊但系啱啱咧呢次个表现咧又真系唔错啦，见到遨游之星放头啦，跟住咧后边14号橙色衫嗰只就系怪兽和合啦，跟住金像非凡啦，元朗之星咧一路火车般咧都系跟住喺个。第四位嗰度啦，咁啊呢场其实就系个四班嘅千六赛事嚟，咁佢四班咧其实个表现都唔错啦，咁其实落到嚟五班啊，佢都系一样咧，系今次咧我估咧系喺个五个形势完全唔同咯，我觉得咧呢只马咧你真系可以咧去谂一谂，好啦嗱，差唔多入到嚟直路嘅时候咧，见到嘅只元朗之星咧跑千六咧，其实可能真系长咗啲啦，最后呢200咧其实佢开始咧。都已經係即係出咗頭先啦。如果咧嗱見到300咧，佢都仲係贏緊。咁可能咧嗱到200嘅時候啊，佢真係咧係個勢咧，可能佢會真係仲好啲咁。所以咧，其實就前面自由型就係已經贏啦。後屘其實隻長龍再現啊，內檔嗰一隻咧，佢都係5号嗰只咧，最近都係贏咗啦嘛。棒嗰場都係推介俾會員咧，都係中咗。咁我上次就都推介俾大家咧，呢只係做個膽嘅，即係之前。所以咧，你話只元朗之星咧個表現咧真係唔差。今次就話貨車潘騎133磅咁啊7檔啦咁啊。其实就我都觉得，佢呢只马佢今次佢仲39分咁啊，落到嚟58咁，对住啲对手完全唔同晒，其实揾佢做胆咧都系，我觉得系稳阵嘅。所以咧呢只咧未必系好冷嘅，但系咧，始终喺个五班嘅赛事嚟讲咧，真系稳稳阵阵咧揾佢咧，我觉得系完全系冇问题嘅。第一隻推介俾大家嘅腳咧，就係呢只奧華威威啦。之前咧都同大家講過噶啦，都係喺嗰次泥地都推介過俾大家。咁你知啦，配阿加里咁嗰次就輸咗。跟住其實1400咧嗰場佢都係輸得唔遠嘅。咁啊，但係跑跑馬地咧，好似只馬就唔係好啱啦。呢次跑翻1400配個好騎師阿布文，我覺得咧佢完全係有能力啊，係威脅只元朗之星嘅。大家咧都真係要睇住睇住嘅。咁仲有咧。推介俾大家咧就系呢只仍然赢啦，咁啊仍然赢，点解推介俾大家咧？嗱，你话只马佢就近呢两季个表现咧就都唔算话好差，亦都唔系话好好啦，但系记住啊，其实咧佢最初咧佢跑1400咧，佢都系上过两次名嘅，所以咧其实喺四班咧绝对系够有突嘅。咁今次就有个一档啊何泽尧骑，咁我觉得咧其实就只马咧可能都系即係喺呢扎馬入邊咧，個相對個實力都係好少少嘅，大家都係唔好錯過佢啦。最後一隻咧，俾大家去參考咧，就係呢只美麗新星啦。咁啊，美麗新星咧，應該個賠率咧就冇贏唔贏嗰啲咁好，始終今次用到阿潘頓騎點都係搏嘅啦。上次就1650跑過第四喺跑馬地嚟翻快活谷，咁啊，始終佢個快活谷嘅演出咧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啲去偷鸡啦，但系咧配到潘顿嘅时候咧，沙田就沙田咯。我觉得咧呢只马咧唔应该系差到而家咁啊，大家都可以留意啊。同埋就算潘顿骑咧，都唔应该会跌得去边嘅。呢次推介俾大家元朗之星咧就做答。